我呀，他帮我虎扑上头，百草多美呀呀哟啊！我就是刮两头啊，那也不犯停，那是我菊花太高升，飞进了空四海，那个老家人正站在放在眼前，去动也笨呐，逼着我四处荒凉，赶紧上在跟前，去动也笨了，但是也放心感情那个不顶用了，但是我一看大事不好，我是王大家伙回到燕军城，但是我回到了吧河南的老南家，妹妹当然为陪臣啊，走一梦，他妈我
来呀、啊！不张头，马家女又在哪？又从地来，红尘上为人又打过来，不是打谁？什么？望你相传，屠夫有人报信。稍等，禀老爷，何事？屠夫有人报信。哦，原来有往外探头，命他进府回话。是。怎样传出？进府回话。见过太老爷。哎，不但是同父，伺候你那同大少爷。我问你到来我府何事？太老爷，我家大姑娘得病。你倒怎讲？大姑娘得病。哎呀，听我那女儿得了我爹在身，这是为了何事呀？这回府再接他。是。遵了少爷命前来报事情。我看门前谁在？我在娇羞什么？望你传说同父有人报信。稍等。禀老爷，呀，同父有人报信。哎呀，你倒真讲，同父有人报信。又报信来了。对，快快进府。是。怎样传说？里边有请。禀太老爷，来，谢大姑娘赏命。你倒真叫！谢大姑娘赏命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！Thank you.
是你不收啊。
相传谢老爷到了，老爷，你老岳父来了。怎么说？原来他来了。来了。哦，哎，贤妻哟。你呢哟，往外去传，少爷我头戴马冠，身穿忠孝，临前过后不能出府远迎，临前过后里边有请。是，你死的也太年轻了，官家怎样传出？我家少爷说了，头戴马冠，身穿忠孝，临前恭候，不能出府远迎，里边有请。禀老爷啊，同归就原讲，头戴马冠，身穿忠孝，临前恭候，不能出府远迎，里边有请。哎，快快迎。嗯，
何做嘞？都有门不吹，东东站子放过白菜一口啊啊！八三哥出到大门，那小龙他自带人东江来放，有两杆蜡烛，但是两边推一朵花果摆得好。哎，有一个一方碗。
这一个女呀、啊。
我的老啊，来到那个书馆里边去了。好，林娜，顾大三更把他让到花园以内，顾大三更发下一伙，把他一伙分尸。哼！林娜，快快顶起上来。到三更以后烧死他再说。烧了，烧死个龟孙了！今天烧死他，没谁找你的事了。明天呢，倒是高府拜堂成亲。我跟你说，少爷，你别高兴太早了。这个事完了，是不是？倒是明天，我先去说说事实，看他乐意来咱府里拜堂成亲母。他要乐意呀，咱喇叭好的明媒正娶把他娶过府来，哎，这不是哎多好哎。他要是不愿意，咱就给他个强儿。